啊，好饱哦！吴欧元，你偷吃我的面包？没有啊，我哪有？你有证据吗？你为什么说是我吃的？这上面都有你的指纹啦。指纹辨识机的科学原理是什么？又如何从指纹辨识身份？指纹如何被看见？让我们一起来做实验。手机指纹透露你的小秘密，欢迎光临手机蜜相馆。请锁定这集《声尾的科学》，带着大家一起来探索个人 ID 指纹的奥秘。